就不能参加第二回合的比赛，所以我们这一场赛事只有三个队伍，选手加油。第二水道的中红钢铁是发扬公司团队踏实的精神，希望今年也可以夺得冠军。第三水道是水里商工男子队，自动车赛比赛团冠军，哇，大家气势如虹哦，哇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加油加油。我们很热情的欢呼声，看来这场比赛真的相当的精彩哦。好，我们的总成绩稍待我们第一回合跟